我们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哎，盛巡姐，我们来自达仁乡新化村的新化，距离这边如果直线过去的话，大概300公尺，啊，如果加马路的话，可能30公里。那我们这一群呢年轻人呢，我们距离上一次的演出是我们的乡运在4月4号的晚上，那个时候呢，在一场演出当中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啊，很多的影片的分享。那今天我们依然马上把这个演出带出来，来到我们多良天使海市集。这样，其实上一次是我们乐团来而已，这次我把我们的天使都带来了，等一下会飞，没有，或者配上后面的翅膀。那待会呢，他们的歌曲会直接演唱8分钟，都是台湾族的传统的古谣，然后是属于比较台湾族风格的那种沧桑温柔。那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给我们一点掌声？谢谢，演出马上开始。